这鼓风机给上之后，这火是不一样。大家好啊，今天又来给大家拍这个农村的宴席了。今天来到是我们辽宁丹东的这个板石村，咱们还是来看看啊，看看大叔今天都做什么好吃的了。今天这是一个生日宴，然后东家在自己家门口就摆上大锅灶，款待亲朋好友。今天的宴席呢也是一条龙，而且大厨带来了六口大锅，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一条龙包括的都有什么。这人来人往，忙忙活活，热热闹闹。还有，哎，老醉了，就听这个声音这就醉。嘎嘣嘎嘣，劲儿这是多少钱的？450，也是16个菜哈。就劳动人他就问哈，所谓咱这边一条龙都包括的是什么？这还得讲，你说什么？就是酒嘴不包括的，对，其他就全都包括在内了哈。连菜在那个餐具，我今天他的四喜丸做的是最独特的，蒸出来的扣肉。有这虾不小啊，还有丝大的哈，是不小，看我这手指头一比，你看这是做炸鸡啊，炸鸡你自己糊的，来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烤鸡那个味儿。大酸菜，这属于成品了呀，它属于世界一百牌的哈，炸鸡，这锅大肘子，大酸菜出锅，这个酸菜应该属于是多少钱宴席点都有哈，嗯。这凉菜有食欲啊，这道菜应该叫什么名儿？是干炒肥肠肚，这锅你一吹上呜呜的。坐席的来了，一条龙的感觉就跟上那个酒店差不多，不用帮忙的，到饭点来吃饭就妥了。10点了，开始陆续上人，放桌，准备开席，转桌。方便了，开席。开席之前先放炮，我来等会儿，刀子好了啊，来给你烧酒啊，拿把扣着给我走，你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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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有好的。好，去了，来了。菜上齐，安心开席。你咋学吗？